难怪 Chillum 会把他拉进帐篷里。44岁杨工如素颜现身机场，皮肤嫩得掐出水。网民，连男神受不了他的美。难怪 Chillum 会把他拉进帐篷里。44岁杨工如素颜现身机场，皮肤嫩得掐出水。网民，连男神受不了他的美。虽然说搭飞机穿一身轻便的衣服会比较舒服自在，但对于明星来说可是不一样。娱乐圈的女星机场现身必定打扮得美美的，机场也是他们的第二秀场啊。但是也有不少例外的，低调的杨恭如就是机场中一股的清流，一身黑的打扮，还戴着大大的口罩，即便是这样，依旧赢得了众网友的一致好评啊。看看他这皮肤，素颜依旧白皙水嫩，说是吹弹可破一点也不夸张啊，你觉得呢？上张全身照，黑色上衣搭配休闲长裤，脚踩雪地靴，戴着黑色围巾，这身穿搭真的是保暖功夫到位啊。比起美丽动人依旧秀身材的诸位女星，杨恭如真的是穿得太过于低调了。看到镜头挥手，这亲和力我给满分。斜挎的红色包包格外吸睛，别看这身衣服低调，但是价格可是一点也不亲民啊。看到这样的杨恭如，网友纷纷表示44还能嫩得掐出水，难怪在综艺节目两天三夜中，张智霖会把杨恭如拉进自己的帐篷。2018年绝不可错过的电影《软胶族》和《天使曾经来过》要上映啦，观看影片请点我。再来看看平时参加活动的杨恭如，你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惊艳。黑色的薄纱吊带裙搭配黑色的一字带高跟凉鞋，性感的香肩酥骨和纤细的小腿线条尽显，肩部和腰间的刺绣花朵设计更添唯美气息。复古的妆发，如此美腻迷人的杨恭如，谁会不爱？黑色的连衣裙搭配黑色立体花朵高跟凉鞋，裙子蕾丝和网纱的设计更添女性的柔美气息。半扎发型，戴着精美项链的杨恭如尽显女性的干练优雅气息。一袭白色的吊带长裙，凸显出性感的锁骨和圆润的肩部线条。超高腰线更是给我们营造出一种胸部以下全是腿的即视感。侧分微卷齐肩发，画着精致妆容的杨恭如气质优雅，女神范十足。红色的半透视刺绣长裙，侧分盘发，精致的妆容，如此端庄优雅的杨恭如真的是超美腻的。黑色的阔腿连体裤搭配黑色的高跟凉鞋，干练显瘦又显腿长的一身穿搭。凌乱美的短发，即便是侧颜也是美到让人不舍一眼的杨恭如，你喜欢吗？杨恭如被称为最美丽的亚姐，一直给人一种大气高贵的美感，在各款时尚女装的衬托下，尽展成熟女人的独特魅力。气息很浓烈，下面一起欣赏一下吧。简约的版型设计彰显优雅大气的气质美感，将成熟女人的独特魅力衬托极致，衬托独特时尚品味。
不过也已经很漂亮了。作为他的忠实 fans， 我只能说公如不算一线吧。此时的杨公如多了几分休闲舒适的感觉，给人一种居家女人的味道，营造出一种华纯洁的设计美感，极具吸引眼球的效果，搭配十分得体，简约而时尚感极强。这款穿着搭配精致妆容，显得缤纷而且淡雅，都深受时尚达人和明星的喜欢。杨公如这款极具女士风味，给人一种生机和活力的跳跃感，丰富女人的性格魅力。设计将身材线条勾勒得很优美，尽显玲珑有致的曲线美感，整体搭配女人味十足。早年前青葱时期也很嫩，扎起辫子的杨公如的身材也是很完美的，洋溢着浓烈的学生气息。将身材完美呈现出来，玲珑有致，婀娜多姿。资料来源 ,Star 娱乐。参考来源